昨天台湾当局宣布了，他们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。今天，你们对台湾当局的那个立场怎么看？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，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。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进行官方往来，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，中方的这一立场是明确的。